董和川太危险了。是有一些信息要保密，但不需要单独行动。可是，如果从职责划分上说，是这样的。但现在岛上这么多人，我总要防着他为非作歹，伤害别人。而且，如果林大海真的要找他寻仇，我也不会眼看着他被害。找到赃物，并运送回国。为什么呀？情侣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同意了。等等，我是同意了，但也要和你约法三章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带你一起走。第一，一定要听从我的指示，我说撤退的时候不许逞强。第二，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，你的安全都是第一位的。无论对方拿什么要挟你，情报也好，赃物也好，甚至是我落在他手里，你都要以保全自己为最高优先。答应我。格斗？那为什么不找我教你？那等忙过这阵子吗？第三个条件就是谁厚道董和川的定位点，谁负责钓鱼做午饭。